想要测量这个黑板的长度。那上次我请你从下面这样开始量起。什么叫不够？还有剩，我们要怎么想办法补这里？上次呢，排了四条完整的小橘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他至于说，哎，他想办法就是说要把它补完，就是来补这里，刚好超三个，对不对？那你数数看，我们一条小橘到底被切成几等份？十等份。所以一等份叫做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。嗯，所以你应该刚刚说到的是四又四条又多少？四又十分之三。那现在老师要跟你们讲哦，我们还可以有一种叫做小数，十分之一就称为零点一。那现在哦，这是一个零点一条，对不对？那我要现在要点人来数数了。请你告诉我，这两个谁比较大？它比较大，零点十跟零点九，谁比较大？它比较大。零点十是错的，因为它跟零点一是等于的，因为零点一和零点十，零点一的后面它没有，所以可以代表它是零，所以它们是等于。所以啊，它这个是要进位，不是把十移在后面打，反而是把它移在前面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来数数？来，再一个。什么？大声一点。一。那现在哦，帮我数，总共有几条小橘？你为什么要把十个当一台？因为这是一条。那接下来这里十一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总共有十八个零点一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它是多少？一点八。一点八的小白。一点八的小白吗？十八的小白。但是它凑出来是一点八条。小朋友，这里有没有更明显？一点几？那待会呢，我们就要玩小树铺砖的游戏，老师要由你们互相轮流指。当你掷了骰子，掷了五，你就是在你的百格板上铺了五个零点一，那就是多少？零点五。换对方，对方他也铺在自己的百格板，然后两方都掷了一次之后呢，接着呢，你掷到的是六，所以我就要放六个小白。刚刚有五个，对不对？五个加六个，总共有几个啊？十一个。如果你接下来小白再不够放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小橘去跟他换下来，因为每个人老师只给你们十五个小白而已。那接下来呢，请你们两人一组，我们要来做小树铺砖，开始。那你要记得了。
我想考考你们呢，你觉得赢家最多他应该会多少？3.0，是不是？你的理由是什么？每个人有五次骰子，最高的数是6，5×6=30。30个什么？小白。30个小白就是几条？3条小猪。来，那我们看我们班有没有这么幸运？你的五次是3的，举手。2.7。你是2.7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第一次是6。6×0.1，然后第二次5×0.1是1.1，那接下来他的第三次很幸运，虽然没有六，可是他还是5哦，很高哦。第四次应该会多少？他是2.7哦。0.6。你猜的他指出来可能是5或者是6，对不对？原因呢？他现在是1.6，对不对？0.5+0.6=1.1，他剩下11.1了。他11，所以他最多6+5，只有6+5才会11啦，不可能2+几，对不对？在这一次我们的小树铺砖，你有什么想法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？一个一个加之后，如果已经有刚好12或超过十的话，就马上换成一条小鱼，因为小白只有10个，不够再拼到2.5。那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小数抢滩，两人一组的，我要的是只要一张百格板。那现在先铺9条，接下来铺10个小白。9条，橘色的它有几个0.1呢？90个。再铺上了10个0.1，合起来总共有几个0.1？100个。100个0.1是几条？10条。有几个0.1？100个0.1。当我们值了3。我们可以决定拿3条或者拿3个。以下老师黑板这边，那我值了3，我有几种方法？第一种是这样，这表示拿了几个？几个0.1？30个。所以剩下多少？剩0.7。那有没有人提供我们除了这个拿了3个？好，尹晨拿的是小白，就是拿了0.3，剩下多少个？34个。所以拿到小白的话，你值了4，就是4个0.1。如果你决定拿的是小橘，是几个0.1？40个。那之前的看多少？你拿完了之后还剩下几个0.1？那接着我要两个人共玩一个小隔板，开始。剩下1.1，接着值
二，所以你决定了什么狼？那还是十一对不对？十一个，然后他接下来，所以剩下多少？剩下0.9。接下来我们就有那个尾堂，你值五，接下来宣反要获胜，他应该值多少？三。他如果值一，他还有没有希望？有。他还能值多少？二。二对不对？所以他值了三。马上就是他会获胜，对不对？如何让你十四回刺激又不会爆？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样方法？每一次都拿小白，每一次都拿小白就不会爆，是吗？六乘以十等于六，因为他通通都六，你也六，他也六，对不对？都小白嘛，他六的话，他有七次，六七。六七多少？四十二，你也六七，四十二，对不对？四十二加四十二，84。我们总共100，所以不会爆。那接下来老师要来跟你们讲的是。小数来排队，我们的纸牌里呢，零到三都是一位小数。那我要的是轮流当庄家，庄家抽两张，玩家抽一张，玩家记得自己的牌，然后再给我庄家呢，通通五张洗好牌。洗好牌，我们由小牌到大，玩家只知道自己一张。然后我们牌好了之后，我们针对中间那一张来猜。玩家一猜了0.3，那一张是0.5的时候，庄家只能回答比0.3大。然后你们要在这一边有一个记录单。对不对？我们总共会玩四次，来让你们填，这样可以吗？1.4，1.6，你是哪个猜对的？第几回？第二回。所以你就猜什么？我就先猜我的号码，因为我的号码最接近1.5。他说1.6最接近1.5，1.5是不是刚好中间数？雅玲抽到的是0.9，然后你猜的时候先猜一，那一张冰狗牌是几？是1.5。你们每一个人好像都会先猜自己的号码，对不对？你们的策略就是先猜自己号码。但是如果说你抽到的很小，是0.2、0.3，你也会先抽自己的牌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应该是会最小的，应该会在左边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就像幼云一样。他的数字很接近中间，你们都会先猜自己的，是吗？然后从这边来做线索，对不对？